号链家只有三单休息完了，赶紧去办。十秒拍秒支付，我们是售前有服务，售后有保障啊！像坏果、烂果、变质不新鲜、不足称，我们一颗都是给大家包赔包售后的。好的，大家放心去拍，感谢宝宝的支持。然后看到没有，我后面的背景是真实的。我这样子吧，我直接给你们啃一个，给大家看一下哈。哎，是的，树上现啃的，树上现啃的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哇，到时候就挂，这个真的，这个就挂这儿吧。这个就，大家不知道大家镜头能不能看出来，这是一个黄瓤的，黄瓤的，它不是白瓤的。黄瓤的，它的果肉就更饱满，然后它的甜度也就更高，然后更好吃啊。你们在外面买到商超的苹果，10块钱要不要？要。十斤要不要100块钱？要呀。连皮带肉你们敢吃吗？是不是又酸又涩，对不对？抛光打蜡，我们家的。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，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，不抛光不打蜡，没有甜蜜素，没有防腐剂的，所以家人们，你们直接去拍就行了。我们这边就是正宗山东烟台栖霞的苹果，对的，对，果王还有最后一单，主播天天这么吃，吃不腻吗？好吃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好吃，因为好吃，所以吃不腻，知道吗？是的，主播，主播还最后一单了，但是还有三个加盟商了是吗？还有三个家人们在站南没有付款。对啊，姐妹，我跟你说了，我们都是新鲜现摘的苹果，你现在摘别人的单，别人也拍不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，熟的树的话呢，就只有几棵，4-5棵树，一共加起来就几百斤。你们占着我的单，别人买不了，别人馋呢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我们再给最后3秒钟去付款的时间，再不付款的话呢，主播就要清出来了。来倒计时，3、2、1，好，提单。已经提了，跟家人们提了，来，大家直接去办我们家一号链接，直接去，直接一号链接啊，秒拍秒支付。是的，一号链接秒拍秒支付哈。来，再给家人们上波福袋吧，要不？是的，来，再给家人们上波福袋来。来，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们这里是山东烟台栖霞的自家果园里面啊，自家果园里面，对，然后大家能够就是所见即所得啊，能够到自己的嘴边的都是我们现在直播间能够看到的果子，70以上的。可以跟家人们，家人们可以看一下，中国看看是啥样的，因为中国的尺寸也是足够大了，所以家人们可以拍回去感受一下我们家品质啊。咱们家的中国是85左右啊，85左右的就是咱们家的中国啊，来，这是咱们家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小，对的，对，这是咱们家的一个中国大小，对的，我们也是70往上啊，相信吧。咱们家这是85左右的，就是咱们家的一个中，就是一个大果啊。然后像90往上，像这种90往上的才是咱们家的一个果王。别的直播间可能会存在什么85往上就是一个大果了，就是一个果王了。但是在咱们直播间啊，85左右只能是一个大果啊。咱们家90往上才能叫做果王哈。是的，对。有喜欢咱们可以拍我们家一号链接，都是少量的库存啊。而且我们是75以下的小果是不做的，因为是小果的话容易出现什么情况，酸的涩的这种情况会很多。对，但是我们家是75以下的果子是直接不做的，而且我们是但凡有一点点瑕疵的果子也是不会给大家发的，因为这种，对的，但凡有一点点这种可能说有一点点磕碰，有一 点瑕疵，它不影响口感的，我们也不会给大家发，因为我们是要做什么，我们要做口碑，我们想要让大家一想吃苹果就认准我们直播间，认准我们家，直接无脑下单就好了。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发的都是2024年的头茬新果，金苹果子是我们果园现摘现发的金苹果子。什么叫做金苹果子？就是你在树上转一圈找不到任何毛病，没有任何瑕疵，才能叫做金苹果子。对的，这种果子我们才会发给家人们的啊。是的，有喜欢家人们直接去拍。来，在左上角的福袋还有8分多钟啊，支付方式了。哎，对。对的，可以换一个，叫换一个支付方式就可以了。支付方式、啊，来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左上角的福袋啊，去参与一下。对的，我们都是自家的果园，自己家给家人们摘的，现摘现发的果子啊。哎，对的，而且的话呢，今天多买多发的，今天买发斤，我给你多发两斤。是的，最喜欢吃。哎，都是同品质，而且我们多发的两斤也都是同品质的金苹果子，同品质的金苹果子。有些直播间会怎么样呢？我给你就是拍8斤，我给你按同品质发，但是多发的那2斤我给你送一些这种瑕疵果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咱们直播间，多发的果子和你拍到的果子都是一样的这个品质啊，一样的品质，都是咱们家的金苹果子，都是2024年果园新鲜现摘的，现摘现发给了家人们的。对的，从树上摘下来到你的嘴边，只要3天，甚至3天不到的一个时间啊，就能够吃到咱们家的一个金苹果子。是的，全部都是新鲜的，而且家人们、哎、新来的有没有啊？有没有新来的家人们？有没有新来的飘小一？然后大家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是说怀疑咱们主播后面这个背景呢，给大家晃一晃看一看哈，都是真真实实的一个背景啊。咱们是在自家果园自己在开直播的，对的。然后就是为了让烟台的苹果走出去的。对。新来的飘小一，然后左上新来的家人们飘飘小一啊，来左上角没有参与的赶紧去参与一下。咱们的话呢，这么多人新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新来的朋友、啊，宝贝们进到我直播间都是爱吃苹果的，对不对？是。爱买苹果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来到我直播间还不敢买呢？是不是怕踩雷，怕不新鲜？
间，它不是真正的山东烟台的苹果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、但是主播这里的话呢，全部都是正宗山东烟台的苹果，自家果园现摘现采的苹果，现摘现发的苹果，不会像你在市面上买的一些苹果，对不对？磕了碰了的，而且吃起来的话呢，味同嚼蜡，它汁水是很多，但是为什么它不好吃？因为它没有果香，它是冻库果子，放了一年的果子能好吃吗？不好吃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现在的果子的话呢，你们的果子还在树上，我还没有去摘。你们拍了之后，我再去摘，现摘现发的2024年的头茬新果。对的。而且吃苹果为什么说要认准山东烟台？因为咱们这里的一个纬度环境啊，北纬37度的一个地理环境，然后让我们的这里的就是日照十分充足，然后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。看我姐穿的这个衣服，真的很冷，对，真的很冷、啊，早晚都是很冷的。然后中午的话，它的太阳也比较大，然后紫外线也是非常强的。因为太阳现在刚落山，我们的也天黑了。对，所以说让我们的果子啊，它的果肉更饱满，汁水更丰富，然后让它的这个口感的话更脆甜可口啊，让大家吃起来。为什么我们山东烟台旗下的就是果子能这么出名啊，是有原因的哈，有原因的。然后这么多人飘手艺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但是我说了，现在苹果它大批量成熟的时候还在霜降之后、哎、还要再等个10天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但是这个批的话呢，是一批早熟树，早熟树的话你是不是不多？对。那能拍的人是不是那就少了？对。所以的话呢，20多个宝贝在线，我们只有最后的3单库存，只有三单。我们最后三单上一波倒计时，3、2、1，小红帽1号链接库存以上扎给开，抓紧时间，赶紧去拍，秒支付啊！是的，抓紧时间去拍，抓紧时间去付款就行了。2024年的头茬新果，宝贝们，你们的果子还在树上，还没有摘下来。对，全部都是保证品质、保证质量、保证新鲜的，现摘现发。2024年栖霞自家果园里面摘的果子。而且为什么说吃苹果它要认准原产地？它不是没有任何原因的。这里山东栖霞地处于北纬37度，昼夜温差老大老大了。是的呀。看到没有？我白天的话呢是要穿短袖，晚上是要披棉袄的。昼夜温差大，光照充足，所以它的话呢，苹果吃起来的话呢更大、更甜、更脆、更香一点，好吃、啊、自带苹果清香的，给大家爆个汁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来给大家再爆个汁看一下，汁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而且的话呢，拿来榨汁给孩子吃，给老人吃，是不是非常好吃，非常方便啊？有没有爱吃苹果 汁爱喝苹果汁的家人们，就冲咱们山东烟台栖霞的苹果，看到没有，一小小点的果汁水都流下来了，这么多汁水哗啦哗啦、啊、就这么一点点，然后就能出那么多汁水、啊、柚子都不能跟这个比吧，对不 对？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抓紧时间去拍就行了。是的，今天拍下的话呢，我多拍多，我给你多发，对不对？拍8斤，我还给你多发2斤，净重达到了9斤，往上走了。所以姐妹们，你去外面买一斤的话呢，是不是要10块钱？像这样的金苹果 A 级果10块钱以上了，对不对？ A 级果、金苹果至少要10块钱，买个10斤要多少钱了？要100多了，100多块钱。今天我们是不是半价还能再跌？半价都不要，半价都不到的一个价格，对，半价都不要的价格了，直接去拍就行了。对的，全部都是现摘现发的。你们的果子现在还在树上，哎、从树上摘下来到你们的嘴巴里，顶多3天的时间，让你3天就可以吃到新鲜的2024年的头茬新果。主播果王还有最后两单，而且今天多买多发，拍8斤我给你多发2斤，净重9斤的果子都是金苹果子，送的全部都是金苹果子，小果子、青果子咱们那种是不做的，像你外面买的磕了碰的。伤疤的咱们都是不安排的，咱们安排的都是金苹果子，2024年的头茬新果子。什么叫做金苹果子？在树上现采现摘的，转着圈给你飘漂亮的果子才叫金苹果子。这样子是不是有人飘小姨？这样子确实是不错。今天再来的感谢宝贝的支持，感谢宝贝的支持。这样子咱们5宝贝的话呢，直接多发2斤。然后这样子，正宗山东烟台栖霞的果子头茬新果，为什么说苹果要吃原产地？为什么说山东烟台的苹果它出名，对不对？中国苹果看哪里？看山东。山东苹果看烟台，烟台苹果看栖霞，栖霞的苹果看咱们家的果园啊。对的，咱们家的果园的话呢，10里8村都是非常有名的。是的，因为我们家的话呢是种在山上，不是平原地区生长的，在山上的这样生态环境下种植的，用的是农家肥土，对不对？用的是农家肥土味，山泉水灌溉的，浇的都是山泉水啊。主打的就是让家人们吃的安心，吃的放心、啊。对的，所以它保留了苹果原汁原味的自带清香，对的，9分甜1分酸，自带苹果清香，果香四溢的感觉，喜不喜欢？左上角福袋，赶紧去看一看。左上角福袋还有2分多。咱们要的是山东烟台栖霞的果子，包甜包脆，不甜不脆不要钱的，包新鲜的。一颗果子我给你们说一下，坏果、烂果、压箱的、变质的、不新鲜、不足称的，我一颗果子我都给你包皮包说哦。是的，抓紧时间，一号链接只有最后一单了，主播已经拍完了，对不对？来给大家看看啊，我们家的果子现在还在树上挂着的。对的，有没有人怀疑我们家是假背景的？哎，有啊，不小心摘下来了，哎呀，不小心给家人们摘下来了，看一下哈。幸亏，哎呀，这果子好不好吃？
好吃，好吃啊，几分甜？这个果子至少有9.5分甜了，有没有吃不能吃酸的？来，就派咱们家果子9甜1酸的，自带苹果清香的，对的，吃不出酸味。我看有家人在问我们这是什么品种的果子啊？咱们家的果子是这个红富士的果子啊，红富士的果子，嗯，是的。给大家报个汁看看，来再给家人们报个汁，再给家人们报个汁看一下。是的，我们家果汁都是我们自家产的苹果，所以家人们可以放心，我们家果子啊，都是给人家保品质，转圈给家人们挑下来的果子，是甜啊、有喜欢、赶紧去拍。哇，它一点果肉就能淌出这么多汁水，有没有爱喝苹果汁的？有、啊，有的是不是？那拿回去榨苹果汁是不是老爽了，老舒服了？是的，哎，老好喝了，9分甜1分酸，分酸还自带苹果清香的，不会像你在外面买的苹果10块钱一斤还味同嚼蜡的冻库果，对不对？对，买回去是不是网购容易上当受骗啊？但是我们家能保证品质，保证质量，保证。